Distribution. Distribution.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Cascade， 这个是这个东西。这个 cascade， 这种就是擦手用的纸，是这样的一个纸。这个它是叫这个名字，那不同的纸啊有。这个Cascade, Distribution Center, 这个是纸的名字，然后第二个呢是配送中心，第三个是早上好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, 第四个呢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妇女啊，她已经静，就是不说话十年了，十年用的是decade， 那么很明显，这个 obviously 是很明显的，就是说它现在已经变化了，但是呢，仅仅是最近发生了变化。然后他在第14秒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，就是，几个月，就是几个月之前呢，他呀就是做了一个首次的公开的主讲。这个主讲呢是福布斯啊，是30岁以下的这个精英的高峰会，有1500人参加，这些精英啊，这个 brilliant people 是精英的意思，就是特别才华横溢啊。然后所有的人呢，都是在年龄都是在30岁以下的，这也就是意味着这个在1998年的时候呢，最老的最大的那个14岁，而最小的那只有4岁。然后他说，我跟他们开玩笑说，就是可能啊，就在这个群里边，在他们当中，这个能知道我的，有些人呢是从那个 rap 是敲击啊。就是那个绕舌的那个说唱那个里边知道的他。他呢大概有40多个 rap， 就是有人给他做这个。